天我请假就好了。阿叔，阿公，我头前一定有牌哦。有牌。哎呀，你变哦。好啊 ，OK 啊吗 ？OK， 我要等下先顾先生啊。看过别个啥物嘢无？我到今麦拢欠未？今麦无侪拢欠未？下晡讲真个呢，你唔好看短短时间，我是袂够坐上去啦。卖两多出去嘛呢？看你要搁食啥？看我搁教伊啥物无 ？QQ 啊，算你讲起个 ，QQ 算我，算你讲起个，阿叔个帮忙者，伊若袂有，你个帮忙者。说你要吃一条五包我了，好啊，这免阁经过介绍。想买三条哦。会啊，三包，你卖恁叫我吃袂了，三包定买三包。哎，是。这说你阁有人要吃无？三包了，这种用炊就好吃啊，三百块尔。谢谢，阿放心。哎，大安。搞不搞不无吧？阿姐，哎，你有人要吃这无？你冇去迄个啥物啊？迄个夜市啊，食过 QQ 棒无？这一百块起条，看卖敢有捞一包钱仔钱？包看有捞一包钱哦，这无可能是单的，这种箱的。一百块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你确定存这三包吗？伊讲箱啊啦，这个你去看下者。迄就是咱那电视啊，你是爱 QQ 球迄有啊？这就是伊个口味了 ，QQ 棒啊。吼，啊这都会甲真正的，就足酥足糯足好食的吼，啊这香的呢哦。我喏，物件你有恁拢上个，互恁食啊济吼。来，这一包免钱起啊，无三个人计搞你开两百，你着买无啊？三个客人先加钱的先聊，一百了 ，QQ 棒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谢谢。来，收个。是啊，你这一对，对，无安哦，确定无安？这第一个买啥？我装给你。三包拢爱无了，三包五十了了。要不要买啥？要来买食啥？我给你推销一个世界好食的物件，互你食到啥物叫真材实料。你敢捌食过这个水晶条内底包两只大只虾啊？无，你叫人买过。我相信你伫外口慢慢食过是叫人买过。这一粒内底包两只虾啊！这不是你开玩笑，这种成本啊，吼，恁食看嘛，吼，来，这叫水晶虾条，啥物叫真材实料，你食了你就知啊，吼，来，这一包唔免招三百二啊，无，你当下恁安怎煮袂吧？甲人家讲，用炊，用炊啊，炊个烧就好啊，三个人家送你一句话，要食好你个感慨，这内底是块虾精啊，唔是食了有虾味，无看到虾啊，咱这两只虾啊，三个，若无影退钱哦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炊个烧你食较便宜啊，两百块，迄、那个水晶虾条两百块了。收起，后礼拜叫伊老细甲我装半只虾仔落去，两只虾仔人无，然后叫头家装半只落去，两只人无爱吃。大哥，要食啥？大，遮久无看你，要食啥？哇！啊？恁敢要食鱼卵？鱼卵敢有人要吃？这鱼卵啊？这长的这都甲这都甲吼，甲切落薄安尼有无？迄个平底锅两边甲锅烧落去啊，就会当食啊，吼。即我煮一条头鱼啊，无两条，只要才500。来，你甲我买500了，好无？两个人加搞买，三个人加搞买，好无？500好无？500好无？四个人加500好无？来，买500，再搁送你500，再搁送你500，再搁来500，再搁来，鱼拢拢无啊！再搁来啊！再搁来啊！再搁来，500上面只500，是啊，拢袂成嘛？要不要？要。我搁少五零好无？再搁送你好无？我真正要甲规头拼了了，你紧转来啊！我是无你袂安尼哦，你唔好只我甲我送几条，你袂去当偷几条。500搁一个人客，看你买坐要偌奇怪啦！最后一个500，怎么吃好？大家奇怪这边搁高钱，四人妈咧卖，偌奇怪，四人妈咧卖啊！你我搁你只等伊，系啊，你问外口行情好啊吼？了钱咱就外头去等人。来，阿个要啥？
头迄落干贝，干贝四百块。来啊！两包拢互你啊，无啊。行。还要进来？只要攞加冰啊，只，只上好些冰啊。看到冰就加落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春归下班，来过来边个上？你只蛤，只蛤蟆恁贝贝上了无？我帮你顺者。是啊，开啊些，我做毛线，还是要食鸡块？卖行哦，你也敢卖小我规矩落大啊？甘望听，甘望可能人客食着你啊？好无？是会听甲？好无？记得记得。好啊，伊这个饼个，这当然免吐沙咯，好无？伊这三个拢无啊，这是无拢红果，我买。哪个地方？哪个地方？三个了 ，OK。我老甲你叫过啊，吼、哦，我甲你叫过啊，老叫过，等我一下落去，等下一下暗时食食下落，拢甲你叫我心意担当啊，规嘴拢甲你叫起来，老叫过，等我一下，唔免多说，水细些好啊。再上可以啊，我一上就闻到伊哇，我就闻到，这样就算了，可能是王杰啊。哪里吧？你这在其他事业吹？咋了你这啊？哪里吧？你上我这老黑哦，哎妹妹，上我这妹妹，这里啊，哎这里上我这妹妹。上面海鲜锅，哦对不对？上回的没？上回的没？佛跳墙呀，佛跳墙我存一包一万啊，对不对？存一包比较无啊，存一包也两百五，这三斤半啊，一包拢料的，过年你买，包袂了是。来个买啥物？个萝卜糕，个啥物啊？红梅，你买啥？红梅干包。OK。四百了，红龟仔要得到的。红龟啊！红龟。你处理啊？阿爸用保利龙这个。啊？保利龙阿弟，保利龙阿弟。保利龙阿弟去啦。来啊！我咧见着保利龙，我即个多在系伊个边啊。是啊，恁叫我多咩？开头前只去了，你听准，你只了个，你看起来。来，大家你家己做咩？来啊！我处理了。来这个，我讲。您全部人给上点这个上完是吧？您听我讲吼，我的皮干来愈来愈进步，袂愈来愈退步。吼，我这年头你袂上万亿元啦，吼，来，这比的加关坎足济，我的成本嘛加足悬的。啊，恁食看卖，我干来愈卖愈好，卖愈卖愈歹啊。品质的一直提升起来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恁食着好物件。吼，最近你着知影，足济物件要出来啊，吼，拢伫我的仓库啊，来。你要吃三百二万，你拢唔免买侪啦吼！我头家有赚无赚，你买一包倒来吃看卖。这个萝卜卖甲平啊，甲比如吃了，我头家直接甲白菜，摕垃圾三百二万互你吃，你摕这个萝卜来甲我换钱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做生意就安尼，啊，我无啰嗦的，这内底有加蒜头的，哦，啊，三百二万真简单，有加蒜头一定较贵的，拜了。你拢唔免买侪，六个人客甲我买，买下客萝卜可以当退钱哦，啊，你听有意思啦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这拢免介绍，这拢免介绍，你四零块了好啊。哎，咱卖乌白，甲你变卖乌白，甲你赚，绝对个好物件。来，我坐。几个？我只大个啊。几个？你几个？四个。好啊，四个，三个，三百一万块无？好啊。吃了你就知啊，看我钞票乌白赚无？哦，吃了就知啊。哎。来，姐姐。恁搞要吃啊？我有生食几干贝，我要吃。我有生食几干贝呢？迄、那个蛋菜煎起来，
蒜菜啊，生芹蛋啊，起来，这两包已经起来了，我来加白酒。那时候你刚刚剥起来，也要剥这个，这个香脆棒。这香脆棒等于这门产品没加这种气炸烤箱用用的就好啊，吼，啊你呐。那边啊，干物的你甲用煎的，煎用酥酥啊，煎用糯糯啊，煎用胖胖啊，煎用囡仔做早餐，哦，配豆奶、牛奶，全部拢会当，哦，来，这个哦一盘煎要120嘛，这一包凊彩一件卖500-600块，哦，这唔免，哦，这是全台湾上大品牌啊，这叫普丰啊，普丰你捌听过无？哦，啊三个客人就好啊，哦，啊这一包免500，免400，咱家己煎，家己煎茶，咱食到会安心，哦，食到会安心，啊食到好食，三下就好啊，200咯。来200块，200块咯，来200块了啊，200块咯，200块了啊，三个人计，这一包卖200，你家己去我网站看，这拢卖怎？我真正要卖好出来尔，150咯，150块，150块咯，150，150咯，你好食，我无可能搁卖你150，150，这拢无好食，这一包就是200得行啦吼。啊，疫情的关系，咱就甲卖好完，卖好恁炸炸店，我办房搁炸物件，全部甲卖甲煞。好，有赚无赚，本钱拢无要紧，全部甲卖到煞。150，最后一包啥物啊？150。来，你那去后礼拜香脆棒要吃，一定卖你200，吼，一定卖你200。好，来，这有大面哦，恁家讲，安那？这皮拢甲切切皮啊，我化落就好啊。这叫蘸菜啊，这当个炒菜了啊，炒沙菜到蘸炒，哦，还是讲你要甲水滚沙沙的吼，甲迄个粉五味肠全部拢来炸，好唔啦？这外口一盘咧无几条。